今天我们一起来鱼池乡走走。首先先登上金龙山来看云雾，这是下方的第二凉亭。上方的第一凉亭，这里也是看日出很好的地方。正前方右边是水色大山，左边是大尖山。接着来到日月潭伊达少码头看夜景，黎明前一起在水色码头等日出。